好，现在在制作徽章，我们首先要先放下这个已经图有了。片，对，然后里面已经有一个了，所以现在就是把我们制作图形，放在中间，那上面要需要有一层保护的胶膜，所以我们就依序放上去，然后对准这个卡榫，现在往下压嘛，好。看看有没有成功，有，然后接着是推，往这边推嘛，对，推，好，它已经吸附到上面了，好，再来往下压一次，看起来，成功，恭喜你第人生中第一个徽章解锁，好。